好，来看，大家都知道周杰伦是流行音乐的天王，也知道他的古典音乐功力深厚，但是却鲜少看到周杰伦在公开场合来演奏古典音乐。不过今天周杰伦也特别为了明视的观众即兴演奏了一首融合肖邦以及李斯特还有他自己所改编的旋律，我们带你一起来欣赏周杰伦的钢琴演奏。夜曲我要看谱，所以展现诚意的话就是不要看谱，那就、哦、我就先不谈肖邦夜曲，就是一样是肖邦的歌曲，然后刚刚有提到李斯特，然后接到李斯特，然后加上一些我的改编这样，嗯，啊，结合一点流行进去啦，就是不要完全都是古典这样啊。好，我们来看看现代的古典钢琴家。